你有试过吗？要过。对，是有意的。他不听我说，他变了，他一点不是这样。<笑>你要嘞<勒>？<笑>哇，这是什么？会啊，我会把你们都录进去。我的感冒，我渴了，他还不给我水。你的球衣、上衣我，麻烦给他。好。 我喝水，我喝水，我想多喝点。你呢？你要喝茶吗？他谁热？我也要喝。你喝完水再喝茶。对呀、啊。排队。<笑>怎么办？突然有一股火，人呢？你赶快放冰冷冻。 恭喜你嫁人了，所以你现在是人夫，人妻。<笑>
但是怎么样的呀？你要什么的话，肯定是不能够做，不是那种。